年轻之间的年龄参差。我有一天三四点，我给玲姐发了个微信，我说玲姐你干啥呢？就像平时的日子里想找她出来玩，你知道吧？凌晨三四点找姐姐出来玩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我八二年轻，不是就是我八二年轻，是零二年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是零二年的。你听过最老的歌是什么？最老的歌啊，就有意识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宫。宫啊！天哪，那是你第一部看的电视剧？没错，我看第一部演的、那个，对，蜜姐演的那个。宫尽一生一世。这是第一首歌，我都忘记了。虽然你零四年啊，大你快一轮了。我比他大一轮。你跟我儿子干啥？儿子。你觉得他应该叫我大姐吗？他应该叫这应该真的是大姨啊，英姐好听，英姐，别管我叫大伯了，大伯。